到了。下车，终于到了，一路上累坏了。我们到了，你们两个快点儿！哎呦！哇哦，哇哦，好壮观呐！好气魄啊！我们过去吧。哎呦！等等我们！真美。真是太漂亮了！你是贝贝吧？您是博士？呵呵，是的，几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你的父亲老早就给我打好招呼，叫你到这个科技馆来玩了。趁你这次放暑假的机会，总算是来了。这个是我的助手洛仔。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科技馆。你好，我是贝贝。我是帅气的斑点儿。我是漂亮的粉粉。我是聪明的兰兰。哈哈哈哈，三个小家伙真是可爱，大家快跟我来吧。贝贝，你们先跟我到休息区吧，一定累坏了。我会让你度过一个非常愉快并且难忘的暑假的。我们的科技馆主要由太空体验室、科技展示厅以及我们现在所在的休息生活区组成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会带你们依次参观介绍，希望贝贝你们能在我们科学馆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类科学知识，享受到科学带来的无穷乐趣。哈哈，我都等不及了，好兴奋呀！天气这么热，大家喝饮料吧。贝贝，你知道为什么易拉罐打开的时候会有气泡丝丝地冒出来吗？这个不知道。哈哈，这个简单的问题我知道，一定是施了魔法吧。噼里啪啦，魔法变变变。哈哈，这可不是什么魔法，洛仔，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吧。是，博士，我们喝的这些是含有碳酸水的碳酸饮料，碳酸水是由二氧化碳融入水中制成的。你们可以把一份水想象成一个鸟窝，二氧化碳是住在窝里的小鸟，一份水中只能融入那么多二氧化碳。可是有一天，更多的二氧化碳被一股力量挤进了水里，硬被塞进来的小鸟们就叽叽喳喳地飞走了。所以当我们打开饮料的时候，压迫二氧化碳的力量释放了，而多余的二氧化碳也迫不及待地跑掉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好神奇呀，好聪明。只要你善于学习，善于发现，善于思考，一切想象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的。其实科学就围绕在我们身边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哈哈哈哈，碳酸水是由二氧化碳融入水中制成的。你们可以把一份水想象成一个鸟窝，二氧化碳是住在窝里的小鸟，一份水中只能融入那么多二氧化碳。可是有一天，更多的二氧化碳被一股力量挤进了水里，硬被塞进来的小鸟们就叽叽喳喳地飞走了。所以当我们打开饮料的时候，压迫二氧化碳的力量释放了，而多余的二氧化碳也迫不及待地跑掉了。